Hello， 大家好，这是阿酷。机械大战 F1 节篇改造版，第65话开始了。我们上一话呢打了就暌违已久波西达尔军，真是蛮久没遇到了啦。然后因为香格里拉的那群家伙们乱搞，所以一开始是杰特跟古木红先顶一下，顶到后来就是我们的人才过来救援，才解除这个危机。然后伙伴部分没有变，然后改造也就是也没有特别改，就是先省下来，把钱省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之后更好的机体。然后之前，然后过关时候嘛，对话里面出现说有遇到一个 SOS 信号，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去看那 SOS 信号的来源是什么。好，上一话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进入下一话啦。哎呀，是冈巴斯达，终于来了。一つ言っておく。こぼれた水はまた汲めばいい。それだけだ。哇靠，真狠呐、啊！Xelio 啊，21000啊，哦，这个战绩洗好多，35000哎，不过现在只有21000而已，更新一下。现阶段根本无法逃啊，没办法。要打吗？啊！怎么办？那这样子只能先防御了。没办法，只能先防御了。如果你一直打的话，你血会扣很快，然后你又打不死敌人，其实很不划算。因为基本上遇到这个状况，应该会有援军来的啦，所以看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塞，真惨哎，真是彻彻底底被包围了。ガンバスター出来了。何？好九分，妈的嘞！这群王八蛋，哎呀，那个画面有点那个怪怪的，那反正不影响游戏就可以了。发了，哦，那个显示真的有点怪怪的，应该是改造版的部分这方面没有弄很好。千多，这样子应该可以突围了。OK， 下回合再用一次地图兵器，应该就可以完全突围，没问题。哦，打钢巴斯达。怕你啊，人家也是血多的一族，人家是血多一族啊。
系敌人应该已经算可以轻松应付了。哦，不要用那个。OK。这一只就让那个战舰解决。レーザー砲をよく狙え。撃て。な、バカな。现在等敌人上来好了，不要急，反正时间他说十回合内嘛。还五分，レーザー砲をよく狙え。撃て。伤你一发，伤你一发大的。お姉さん、ありがとう。よく来てよ。哇哦！漂亮哦，这一轰可痛的嘞。妈的跑了，把我们搞成这样子还给我跑了。
哎呀，先离开了。哦，下面那些家伙。然后好，我们这样派。爆马这一关不用上了，赛霸也不用。给一些真实系的机体。力兔。哎，怎么多这两只？这两只是谁啊？哦，可能是那个改造版新加的机体。还可以再派两台，那就力刚。哇，修你哦。算了吧，那就攻芭比了。不过问题是，对付这么少敌人，需要派15台吗？会不会有援军啊？因为太奇怪，不太寻常啊！这么一点点，为什么要派15台出来？很怪。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先看状况吧。然后艾玛，然后副主角就莉莉。莉莉丝不行，然后哦。那个贝斯有激励，那就给主角。然后还有那个谁有莉莉那个副主角哦，塞西利给打吧。大上将配置就差不多了，我们就等那个等这些人过来。看能不能让凤跟那个普鲁兹等级练高一点，反正阵型就先摆好。在下一回合，这个哈马应该会攻过来了。那梅塔斯就先避难一下。好，再等一回合。好，我看到了，绝妙的攻击点。啊！哎，应该是下面那一格才对，算了，没关系啦。34000哦，还不错嘛。接下来把这个，不行，移动力不够的样子。看看还有谁有幸运啊？
那地图炮是不能用了啦。哇，算了，只能用这个吧，只能用这招了吧。好，15000块，还不错嘛。然后接下来是这一批人的卡萨西这堆。先把这两台那个卡萨西解决掉。我是想说清光最后再打马修马啦，只是马修马如果给他回合攻击的话还蛮痛的。OK， 漂亮。哦，6000块，其实还蛮好赚的。只是现阶段没有什么地图炮，又没有派塞巴出来。好嘛哦，这想要怎么对付嘞？可是你要说现在打他，好像也不太适合。赚气力。
哦，6000块，真的很，真的很多哎。12000，真的是好赚嘞！然后西部克，所以这个待会给空巴比打，或许会比较好。等一下，还是想先把这台给姑姑解决。啊，不行，那个烟不够。啊，差一点。哦，算了啦，无所谓的啦。算很浪费啦。真的太浪费了哦！好，好嘛好嘛，接招吧！1万多而已，那交给副主角好了，反正等级也比较低一点。升级，普鲁升级，凤升级，跟普鲁直接升级。啊，他们暂时先离开了。
所以地上那边的战线也算顺利解决了。然后特列斯准原准将成为联邦议会最高评议长。哦，所以我们准备要那个了，集合了，就是准备两个部队总要会合了。好啦，这一关结束啦。这一关的重点就是冈巴斯达登场了，虽然说登场了也算是用了稍微用了一下这样子，当然啦，他们最后还是暂时没有办法加入这样。我想要加入只是找事情啦，这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那个部队汇合了，包含了一些机体有更换，比如说真盖特、魔神凯撒。火神凯撒、真盖特，地上篇主要是这两台机体，然后还有原本就是像其他的那个什么战舰嘛那些的都陆陆续续归队了。待会强化零件的部分可能要重新装上去，要重新装，这个蛮花点时间的啦，所以说我就私下做，我就录在里面了。所以下一关基本上就是我们完整的主局。完整的部队出战。好，总之就先这样子了，那我们第66话再见咯，拜拜。